请问兄台也把这命的君小姐是啊，是伊洪武孝哦，最晚就收会到平人的弟家母着伊。兄台莫非也把命的君小姐所不相信？兄台为何如此质问呢？听说上书千金命令分小姐到岗主政，又见现代在处这吧？我这派人，无一定是命令军啊。莫非你这是来这派命令军？正是。命令军是你的什么人？伊是。伊是在下朋友的李桂门车主。哦，小姐，为小姐去到岗主持，花容万貌，近乎动人，可是令人痛心。相款，今夜咱会当在此相望，算是有缘呐。哦，在下姓李，现代贵姓。在下姓王。也记亲咯，王兄，你是不是要回家去咯？不瞒你兄，在海间是无家可归，此时正要去新福名寺学习武艺兵法，日后也好投军入宫，得救全家的性命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那边来这侪官兵啊！王兄，紧躲走，后会有期。
然是刁廷钦犯黄埔笑话。娘娘，心啊，我问过抓鱼的人，因讲昨暝官兵并不了着钦欢啊，有人将钦欢救走啊，可见洪武教主平安无事。哦，那你真好，我嘛会当放心，就假救主公明咯。小姐，不过听讲吼，今日透早老国有带出侪人，伫个江边国民的军的尸体呢。佳佳，这是什么所在？这是刘湘的官船，离婚没？这就三天了。是你将我叫起来这个船顶的？是。道生敬死，咱是东京游先生娘干之妻。多谢夫人救命之恩。唔免多礼，算你好气好，跌到水底又阁无死，也拄到道生的官船暗加警戒，道生才平安将你救上官船。你姓啥？叫什么？何方人士？我讲名叫苏永顺，是湖南省昆明县人士。你为怎样奈跌到水中？身穿大红的彩衣，这到底是为什么代志？今后你打算要去倒位咧？孤苦伶仃，寄望父亲有地好处，来安心，哎呦来安心。唉，真可怜，傻姑娘，老身都好。也无后生，也无努力。如果你若愿意，老身就收你为义女，做阵娶你入家。永顺，拜见母亲。紧起来，紧起来。安尼今后，你都要改姓了，叫素华。努力准备。
钱啊真水，阿登来我姐住做阿姐夫，来了，对，阿登来，是。是无唔对，这位姑娘实在柳眉凤眼，才多配借助你这个俊美的英雄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两人见到本寨主，为何不办？我那是堂堂皇府万岁的妻女，哪有拜你这个绿林的丑客？你是皇母敬的妻女？正是。我听皇母敬乃是忠臣，处处见拜。必是受了犯兵所收集，岂有行犯之理？这一定是受了奸臣谋造，林母女又何必上京丧事呢？阮虽然受冤枉，但圣旨以下，阮是心甘情愿受罚。也毋过，钦差已经被先锋抬死啊！而且奸臣嘛一定谋造讲是恁的亲友夹杀，恁若是进京，血脉难分，往事无益。我看啊！你那是老旦吹大山，先逃吧。走，将红木家母女送去后座。遵命。来了，阿伦，是。行行行。一个男人，又搁伫崔大山做大王，你那是女主嘞？你真实是女主，哪个之名叫做魏勇哦？家父魏焕。到洪武万岁，当时被参走汉官。我因为自幼学习了一身的武艺，就改扮男装，到到崔大山来的时阵，打败了祭祖先皇，唔只系做了山大王。我劝夫人小姐，唔免上京去丧事，不如暂时先待在家，等待日后冤枉若是说清，一家人嘛通好团聚啊。安尼是真好，也毋过外口人拢以为你是男人，阮女人的名册是要安怎保全的？我有办法。各位兄弟，
阮大王魏永达决定要拜义氏夫人为庙，认中华小姐为妹，从此咱就是一家人了。恁大家敢听有清楚？听是听有详细啊，要不过一个好好的阿姐夫人唔收，竟然要收个做客小妹啊！不准露言。是。感谢你的身边已经有花蕊作伴，咱两个有缘无分，这敢是前世注定。
为爱拖磨，那是我的命。伤心我也不怕，卡输分开。